各位同学好，我呢是东林理工大学学生学者联会的主席，我叫潘佐克。我在东林理工大学目前就读的是土木工程，现在已经是研二了。这个学校呢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专业性非常强。相对比较起来一些其他的大学呢，它的理论知识是非常充足的。除了这方面以外呢，在除了学习角度之外，我们还是非常推荐同学们来这个学校来就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学生群体非常的庞大，并且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娱乐活动，然后我们同时也会组织一些能够让大家一起感受学校国外的学校生活，然后也可以除了枯燥的学校生活以外，也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体验当地的娱乐呀，当地的课外娱乐活动。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出国会变成一件更有意思、更值得回忆的事情。所以呢，在此也非常诚恳地邀请大家可以来我们东林理工大学就读你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时间，然后希望能够在下一个学期里面见到你。